性吧。好，请问一下你，李小姐，你现在会不会有头晕不舒服？是咳嗽的，好，那你现在是要坐着还是先躺着？先上先坐着哈。好，那我稍微跟你介绍一下我们病房里面的环境。好，这个负压隔离病房啊，可能暂时你其实可以在这里面活动。然后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护士里，那个你有不舒服，或者是说有需要协助、你要帮忙的话，是安全的，我们护理站那边都听得到。那我们就会过来协助，那我会把它放在可以让你比较好拿到的地方。好，然后到。